我是声纹学校张亚中，祝大家发愤图强，宏图大展，扬眉吐气，平安吉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苏涵，又到了我们中国人最期待的春节了。我们希望在兔年的时候呢，两岸呢能够春暖花开，祝福大家在兔年呢，兔年行大运，玉兔逢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玉，现在人在台中，我是一名文化创意工作者。2022年我人在北京，然后也开启了许多新的挑战，新的事业，并且也回到了河南老家拜访我的亲戚朋友们，然后到洛阳啊，到广西还有上海去进行了旅行，让我非常的收获丰富。新的一年到来，很高兴能够在台中的草悟道跟大家拜年，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，岁岁平安。